超尊爵到了。这就是道顿爵，这边也是，这也是道顿爵，道顿爵到了，看到乐道了，乐道，那个大螃蟹已经看到了，道顿爵。乐道那只大螃蟹，很明显的目标。新寨桥，新寨桥，我们到了。苏跑人，前年不休息的苏跑人出现了，前年不休的苏跑人。垃圾，那个他们会来收，你看一堆的垃圾。哇，他们已经打烊了啊！你看，这就是这样收的，你看，你看这真的有够可怕的。现在几点？晚上10:30，他们有些商家准备打烊，所以把垃圾车都弄出来。哦，不是垃圾弄出来，垃圾车会来收。哦，这个章鱼小丸子，四天王，四天王什么？四天王，四天王的 menu， 四天王的 menu。这个好啦，有你看，有一些商家都要打烊了，你看，你看，垃圾都弄出来了，河豚打烊了，回转寿司，看起来，回转寿司，你看。回转寿司，我好想吃哦！哇，有套装组3100，能不能给我吃啊？你这个吃货是吧？吃那么白嘞，你要吃？好了好了，那啥子？这家药。这家药是，没挂。饺子专门店，大阪王将，大阪王将的价位，大阪王将的价位，然后继续走，15% off。哇，这漂亮啊！
Stop 星巴克。谢桥丁。往这边前进吧。你在桥青山桥商店街，可是现在10:42，大部分的商家都打烊了，所以就这样子喽。里面也有一家7+8%的。都没力了。大家好，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请按订阅、分享及按小铃铛。我会在每一周不定时的推出新影片。新版神5天自由行今天是第3天结束，那我回国之后会努力的把片子推出啊。那就是会带大家去新版神各景点，好吃好玩的地方，就这样子咯，拜拜。又回到了地点，我们现在这个要往义塘新线，线头往这边，义塘新线就在前面，要过票卡，等一下哦。进来之后，义塘新线1号是往天王寺方向，1号月台，这个2号月台是往梅田新大阪方向，所以我们是要往南，从天王寺方向一号月台这边往这边走。一度一号月台往下，你体力最好。一号到了哦。哇，人好多哦。找一个人少的地方吧，好像都是那么多人。